晚安，我也不知道刚刚怎么突然卡了，对，但真的越来越烂，对，但是呢，我也在想，刚刚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卡了。我说毕业后，我在这要烂开吗？还是自己外面开？对，我原本就是真的要打算外面开，但是如果我还在。就算合约到了，但是我还在参加，我还没办毕业公演的话，就是我还是算是 TPE 的成员这样，对。继续用烂会，烂的话你也换个账号比较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哎，但听说有些人是有月薪的样子，让直播好像是跟让公司签约吗？听说这样就有月薪，但我不知道是多少。让 月薪很累，让的月薪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要有成绩哦，是要超过某个程度才会有月薪是吗？还要拼吧？那个会很逼，被逼很紧。你要逼粉丝一直丢礼物，吼，有业绩压力，那个压力太大了。你想这样做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月薪多少啊。因为我是听说 TP 有两个成员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主播还是让你自由播比较好。是没错。就看你业绩多好，会有烂花絮及压力，了解。月薪要谈，但有最低的业绩压力，哦，好像也对吼。每个月快月底就被让的经纪人逼问天数跟烂花，了解。你有成绩会自然多，月底都会业绩告急。如考完刚下班才累死，辛苦了。以前10元就疯狂参加活动，拼榜。OK，好辛苦哦。这样粉丝会配合吗？还是会？我们每个人都10万10万的丢，10万，这样才够。Oh my god！那里能赚比较多，可直接 donate 给你钱，能配合的才能当粉丝，不行太累了。Twitch 可能为什么被打吗？或 YT 直播感觉会比较好，可以会员订阅，再聊钱钱好刺激。没有就问一下，没那么多10万，会有人帮他们充，那还是。听起来很累，那还是不要好了。我也怕到时候就是让公司就找我说要不要签约这边，然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说好啊好啊，然后签下去之后，好，你每个月的目标是要超过100万烂花什么的，这种我就 想当年我们也是拼过活动榜的，对啊，谢谢大家。你要想办法掉大粉，要找到富二代。福利要给超级无敌多，对，但他们的工作就是只有那个嘛，对，100万可能偏少，有些人就是这个直播就当做正职，100万可能偏少，还要开私人聊天室陪大粉聊天，好，听起来就很可怕，还是不要好了，对。现在很可惜啊，就难得拿到这么多好可爱的特效啊什么的，这样才有办法维持业绩。搬家高音乐，你现在叫他搬家，高音乐，器材的不高不高。
他刚睡醒。海牛晚安，先挂，哎，先骑车挂听好。新单好久没有 OK 蹦，对呀、啊，就没有 I like you。最近看猫的 MVTI 怎么测？好，听说 MVTI 那个 S 跟 N 那边这样，他在填，不是讲错 ，F 或 T 那里，他在填自己的毛的时候，把手指放在他的前面，然后看他怎么做。如果猫咪帮我舔我的手指的话，表示他是 F 人啊，他是 F 猫。如果他就是什么都不看手指，然后继续舔自己的毛的话，他是 T 猫。然后我就这样给凤讲，结果他直接咬我。他完全不会舔我，他只会咬，这样算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他是 T 猫吧，他是 ESTP， 碰巧 ESTP 的么呢？对，碰巧是 E 猫 ，T 宝攻击本能，对，碰巧是 E 人呢、啊、，E 人是看到人就是靠近的那种，那本江他是怕。他是怕那个看医生而已，平常什么易云啊，他们来都他们碰巧都不怕。对，碰巧是E猫，然后 S 跟 N 是，我想想，好像是要看他平常没事的时候都做什么，对，就是在睡觉啊，或是这样观察我们，这样是 N 猫，然后 S 猫好像都是在。什么跑来跑去啊，玩东西啊什么的。他是好色碰巧怕男生，碰巧表示傻眼，我昨天好像怪怪的。对，碰巧应该是 S 猫。那，然后 J 或 P， 好像是要看上完厕所之后会不会好好的收他的那个东西。TP 可以吃吗？那碰巧会抓鼠吗？我们家从来没出现过老鼠，所以不知道。这样看的，对，我不知道，可是那个就参考而已。但如果按照那个测验的话，碰巧是 P。他上完厕所，有时候他会挖很奇怪的地方。谢谢 Rex 送我大声说爱你，谢谢。就是发现完全没有盖到。谢谢，他很有个性，搞不好隔天再测就不一样了。对，这样初步听起来，碰巧应该是 G A， 什么意思 ？G 八 A C， 什么意思？今天好漂亮，对，今天是印度风，印度吗？还是不知道？应该是东南亚风。每天测一次，抓平均，啥呢？但碰巧新 case 的那个呢，可能是因为公猫的关系吧，他好像没那么，他比较大胆做什么事情。印尼民族风，对对对对，民族风。如何新生写好啊？新生写好中二哦，对啊，我想说我们的衣服不能说中二风。所以想说但是我的态度是中二风，用游戏玩 BGM 太酷了，对，决斗者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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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？如果要决斗宝可梦，对我最近，我有说我已经赢了45场，所以我最近都是自己玩。那时候太熟，对我们这个年代的男生来说太熟了。虽然我是女生，你有封印什么在手里吗？对呀、啊，有肉。今天游戏玩 PVP 又是颜色，那是什么？
开山写史也很像抽卡的。那如果有拿板手帕神鞋吗？拿板手帕那是什么？听说下次是地狱连射，连射很难哎、欸。银四十五强好好强，就是一直玩一直玩。阿秋晚安，这游戏要连胜真的太难。对呀、啊，另一个卢卡呢？卢卡要开房对战吗？我也很想，但是我的手机是用这个，所以我没办法。要的话就那个吧，结束直播结束后再玩。你可以再多圈说会啊，我会我会。直播现在感觉很有趣，我也很想要，可是我手机很可恶。我擅长跟你差不多，但总分比你低，那是可以看的吗？只好买一支新的给你了。新的吗？我现在的 iPhone 是14吗？好像是14 Pro。可以按头像。哦，原来我都没发现。欸，宝可梦真的好好玩啊，看得到圣残伤害跟得分。昨天开始包重视斩超梦 EX 啊，好厉害，但莎娜都没半只，几率做坏了吧。欸，对，我从来没抽过莎娜多，莎奈多，嗯，莎奈多我是拿去换的。先谢谢青鱼买 i16 Pro 给 Luca。啊，现在已经到16了吗？早呢 ，iPhone 買いたいなって。でも iPhone のすごいとこはこんだけ使ってまだそこまで落ちてない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が。那我十一给你，换我16。三大多我是直接用换的，我也是。超喜欢宝可梦，对，真的很好玩。该买一只 S2 5U。卢卡现在有什么牌组？除了潮跟钢吗？哈加呢？哈加呢跟库萨以外我都做了啊，还有无色的我也没做。对，那只根本比超梦还难抽。谢谢剑姑送我红玫瑰，但是又真的有点烂哦，是吗？说将今天刷一支十一啊，我知道的。你有玩钢？玩没有？我说我没有钢。快龙啊，快龙我也没有。我说钢跟草以外我都做了。iPad Mini 好像最近有新版本要出哦。iPad 对呢，这游戏是不是有一个雏形被融合在一起成一个？传这么快的吗？少了一个属性。那我的很多，欸，其实也没有很多。我的，啊你，那个 Gogas 的那个，恶吗？恶性吗？我的恶性好像没有很强，就是没有超过三颗带呀。钻石以上的东西，以上的卡，对，难怪感觉怪怪的。二属性啊，对对对对，我的二属性很烂。啊，谢谢君正的薰衣草。那你任务都解了吗？拉普拉斯的剩一个，要连胜20，哎，不是，要赢20场。然后现在是19场，然后我正在等那个活动。啊嘞，啊喏。我现在等能量，对对对，行动力现在不够。瓦斯只抽到一只，瓦斯现在多了两只了，但是马达多嘎斯我没有两张，对，多嘎斯一张，马达多嘎斯只有，哎，讲错，多嘎斯两张，马达多嘎斯一张，那普拉斯我只有一张，好难过，真假的？我已经三张左右。体力啊，对对对，双蛋王是只有一张，对呀、啊，蛇有两张，那普拉斯我昨天终于看到一张满足了，我就运气差，还是你还没玩很多，你看起来很忙，
那 plus 不是很好抽吗？就五分之一，但我最多的是 PB 超多，我抽到很多，我全部解完了哦，好厉害，很欧了。我怎么开都是猴怪跟 PP， 对，我也是 PP。那个卡包开了大拉普拉斯，我怎么开都是皮卡丘。我也是开很多啊，就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。梦幻靠时间累积跟梦幻是怎么换的？哎，梦幻是怎么拿到的？现在这里只有雷军有梦幻吧？雷军很闲，笑死。他好像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已经下载了。为什么卢卡说我最近很忙？你怎么知道？没有看你没在玩那个、啊、连胜，不是连胜，就是 event match， 就图鉴关全买哦，这么厉害！我人质班其他开卡包都是猴怪，哇！收集所有宝可梦，这也太难了吧？是等没有等级高的是 OK 的吗？是只要有那个名字的宝可梦就已经算全收集，是不是？关都全图鉴150，不分 EX LG， 看起来好难哦。我还没有 Gengar， 我超想要。就是恶性最强的那个啊，所以我一个月才完成，了解。那看来我们还要等更贵，应该是更贵，对对对对对，对。然后我竟然对宝可梦的游戏氪金，虽然只有30块，对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小限制支援者，我抽到4张了，这么好，好厉害！对，我氪了30块钱，30块钱大概是可以抽2包，虽然但我没有抽到什么好的，少一个零吧。少一个零，300可以10抽。300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氪30，然后只能抽2包，我氪了30、90、300月卡，还没下载完，没时间。月卡最划算，月卡我的免费时间应该快到期了，一个月300其实还好，我剩下每天抽2次卡功能，对我。我觉得我应该不会，我应该不会氪这个月卡，应该吧？除非我玩到、哦、好想氪金。好，唱歌好了，唱一下歌，因为剩12分钟了。今天过得好怪，谢谢夏夏的仙子鹤。一只猫，一只啊！谁送我啾啾你？谁送我的？谢谢上元的啾啾你，谢谢销售的红玫瑰。好哦，我第一弹卡包剩8张完成，不包含皇冠跟三星，好厉害！谢谢送我项链，之后会换吗？你们觉得是不是还要过很久才会换？谢谢欧比王的爱的抱抱，谢谢。但是如果之后出新的话，感觉全部都要重新算。12月吧，12月中有新卡包哦，期待一下。换了才能赚新包，好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一下，那你的个呢？がっつりハマって、そう、がっつりポケモン、今、私ポケモンマスターになってるから。应该主要是陈跟地区。OK， 看讨论吧。内幕仔。
这种卡牌游戏就是一直推新卡出来，新卡都更强更好用。然后那个一定要氪金才可以拿到，是吗？咦，那我要的。So, 这包只是新手教学，也是不用氪金，要花时间。好，要唱什么呢？屁，你们一个，じゃん。可愛い、私の一番可愛いあの曲にしよう。宝可梦第二代主题曲，第二代有点忘记怎么唱了。啊啊！分页，哎，有可能。看一下，哎，其实只有一个而已，还是没有更新的关系。对，我的 Brave 没有更新过，好吧。重开机，没关系，我先唱完这个。而且我刚刚忘记唱奈奈奈的部分，这个最重要。别跑。听过《君恋》没有？《君恋》はない。そうね、ちょっともうだいぶダメになってきましたね。你当然看到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可愛いだけじゃダメですか？这是餐厅。阿伯真晚安。哎呀，还真呢。啊，可怜秀。Romance の神様，谢谢伯承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送我两个，谢谢君真爱的抱抱，谢谢。晚餐吃什么？哦，卤味。我吃大肠，大肠跟阳春面吧，对，好好吃。但我今天没吃到那个甜点，所以想说等一下结束我再去买。嗯，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大肠，就有时候真的会很想吃那种。
但我现在有点担心，原本坏掉的是萤幕而已，想说是不是一直都没用，除了萤幕以外的地方也开始坏了，好担心，好担心。要修的话应该要早点修。我昨天又吃全家酸茄，这次蛮好吃的，苹果蓝莓哦，听起来好酷哦，还是要充一下电。好，对，我太久没有充电了，那我先去拿，我先拿去充电看看。気づいちゃいましたか、ポンちゃん。ポンちゃん気づいてないもんね。它已经不亮了耶。Oh my god，是不是真的坏了？啊，有点担心，怎么办？没电，电池就真的没救了。国父第一纪念馆第一出口全家就是苹果蓝莓，要充一下看看哦，它有在亮了，对，现在是红灯闪光，等等才会亮。好 ，OK OK。哎，那个干呐，最后一首歌干呐。ファーストラブね、歌いづらいけど、歌いにくいけど、セージハウイでいくし、Yeah.
耶！哎呀，日期附录取分，最好是啦，不是。我要练自己的东西。耶耶！谢谢君的棒棒小棒啾啾，谢谢。工作加油！今日の服初めて、そう珍しいでしょ。哎，要不然未来有，对，不要，喂，就拜托一下公司，希望公司在看这个直播，对，我想要二期生的副录取，对啊，二期生全选拔第十单，髪色就搞定了，本当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对啊，可是第九单，哎，第九单。第九单，月亮流到十单，中午公演只能在公司想念卢卡了。你不会来，而且感觉很难。不要说了，我都想好 better 这首。外面下大雨了，对呀、啊。等一下要去买甜点了，但不知道要买什么。下午晚安，所以你们要待到第十单，太好了，不要说。说说而已，希望有这样的东西之类。哎呦，九蛋处理一下，说说仔，出门小心。我这样录音 OK 吗？我能跳，我能唱歌吗？但有人十二月就想走了，不是吗？不知道。但我们的合约就我要处理什么呢？你问过三次选拔的抗议，神秘的笑容。喉咙好痛啊！对呀、啊，我肯定要代位。对，我要录代位的东西。但所以就是没有很多歌，但还可以吃点蜂蜜，你就很带自己。还有人说这次关哦，不是，这次就我跳原本自己的，对。哎，对啊，搞不好我跳那个 friend， 有可能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之后要是产全餐吗？不知道，希望。太可怕了！如果这样，卢卡的温布顿等很久了。我温布顿是适合，我应该不适合温布顿吧？So， 我今日は終わり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ね。抓头发也太性感，那多抓一点。是这样抓的吗？お疲れ、ありがとう。ちょっと喉がもうガラガラなんですけども、ガラガラヘビ状態になっちゃったね。ガラガラヘビがやってくる。嘿，你可以啦，你可以都当粉丝，粉色钻石。太久没洗头啊！对，我其实，你猜猜看我几天没洗头？我今天一定要洗。ガラガラ。私は今日何日髪の毛を洗ってないでしょうか？三天、四天、一个礼拜，怎么那么久？最后不来个服装第二形式吗？至少2-3天吧，三天。不跟你们说，啊，其实2天，我2天没洗头。髪の毛二日洗ってないから今日は絶対に洗います。我发现没有，因为这几天都没。啊，虽然有培训，但没什么刘海啊。那你头发真的很多，对呀、啊，而且每次头发洗头发都好麻烦，真的很多哈。好，今日は絶対来ます。乔丹不是舞蹈单吗？毕竟没有搞不好事，但是就是因为最近天气没那么热的关系，可以分我一点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分一半。哈。两天没洗头不会油油好好，对，因为我是干干的那种，对，我会流，对，不会，我皮肤也很不太会油，但真的会干燥，
不然 Luke 为什么会之后我也没洗手？已经很久了，嗯，好，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。喂，今天的第十名是浩毅，谢谢浩毅。第九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八名是 M 先生，谢谢 M 先生。第七名是君正，谢谢君正。第六名是奥比王，谢谢奥比王。第五名是盛源，谢谢盛源。第四名是 Lex， 谢谢 Lex。第三名是 Plus， 谢谢 Plus。第二名是强哥，谢谢性感强哥。然后第一名是雷军，谢谢雷军，大家辛苦了。艾莎哥晚安，大家晚安，谢谢笑笑的千纸鹤，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じゃあまたね。またな。おやすみ。私はスイーツを買いに行って、ちゃんと髪の毛を洗います。お風呂は毎日入ってるから安心してね。虽然我没有洗头，但是洗澡的话我每天都有洗哦，所以大家请放心。早点休息哦，不要熬夜了啦。嗯，对，昨天就是不小心，那个就是我在整理我的房间，然后一直看机票，想说我应该要买吗？这样，快去买甜点。好的，但不是要买什么。搞不好去麦当当，请碰墙帮你填嘛。他现在在看那个窗户那边。阿婆家伊妈妈都买电脑，买了买电脑，妈妈。哎，こんにちは。阿婆こんにちは。してみんなにね、可愛いからね。阿婆みんなに可愛い。ああ、可愛したね。那个万代浓烈的卢卡，拜拜。嗯，啾。可愛いでしょ。すごい眠そうだけどね。眠いもんね。大家是不是很想睡觉？好喜欢凤姐的这里。他脸很臭。他其实很爽，你看这那个他的尾巴是往上的呢。そうね、黙ってれば可愛いんですよね、この子ね。他看起来很厌世。文ちゃん、イエス、マミだもんね。はい。文ちゃん、カメラあるよ。バイバイ。文ちゃん、很讨厌バイバイ。因为我每次讲バイバイ、我就不见了。ね、文ちゃん、バイバイ嫌いだもんね。バイバイ。ポチャ大丈夫やるかいるからね。バイバイしないよ。大丈夫よ。ねえ。ねえ。我也讨厌バイバイ。大家都讨厌バイバイ。ポチャバイバイやだね。はい、じゃあバイバイ。あら、お腹が出ないね。バイバイ。晚安。真的要晚安，拜拜。